我不要让你嘲笑，破坏本能又来了！勇者之凯歌，哦，赶快打！你们说了，赶快打！ 快打快快上啊！快快快！快快快快快打死你！打死这个无耻的小贼！哦！快快快快快！哦！上啊！上上上！哦！果真没这么痛了！哦吼吼吼吼！哦！ 老头，赶快去死吧，老头！喂喂喂！哦，我看到胜利的曙光了。哦，不能就此大意。哦，有曙光在前面了，快要突破上限了。 哦，突破上限了！哦，在嘲笑啊！哦吼吼吼吼吼！喂喂喂，快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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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剩三分之一了，你要清敌！破坏的本能又来了，他又有破坏的本能了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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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啊！全部人都攻击，他会不会集气集的越来越多啊？越来越快！喂喂喂喂喂喂！哦，他叫了一下，吓到我。曙光变成夕阳，<笑>不行！快点！快！我们要快一点！先补。 哦，补血剂又来了！啊，补血剂来了！大家补完血了吗？补血剂，补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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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补完了！哦，他剩一点点了！喂喂喂，死亡之洗礼！ 接受死亡洗礼吧！我们要打赢了，我们要打赢了！哦，要突破上限了！等等等等等，勇者之凯歌一下，刚刚有点危险呢，还好雷光站在旁边，没有被扫射到。哦，哎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又是破坏本能！ 乖乖哦！他怎么最近破坏本能越来越发动的频率越来越多了？按到按圈圈按的手都有点累了。要赢了不要怕，对哦，要小心谨慎，现在不能大意。 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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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剩四千多滴血了，解决了，终于打赢了。他还有第二次吗？他还会二段变身吗？会我打不赢哦。哇、哦，等级上升。政府の親玉がファルシとはな。じゃあ政府を操っていたのはファルシエデンじゃなくて。言ったはずだ。私が王だと。やだ。そう簡単にファルシには勝てねえ。要打第二次吗？勝てないのではない。勝とうとしていないのだ。お前たちはファルシに勝つ方法をすでに知っている。魔獣ラグナロク。不会要打第二次吧？ラグナロク。黄昏之神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なんだそれは。使命を忘れた。不要忘记悲哀的心。教えてやろう。悲哀的入心。お前たちの使命は魔獣ラグナロクとなり、国運を滅ぼすこと。变成黄昏之神。不是要打败黄昏之神哦！お前たちの誰かがラグナロクになり、マルシオーファンを倒して国運を破壊する。オーファンだと。マルシエデンの力の源だよ。オーファンがエデンに力を与え。他为什么我们打赢大魔王，他还可以这么悠哉在这边讲话？哦，诸神黄昏。オーファンを破壊すれば。秘められた強大な力の暴走により国運は崩壊する。ラグナロクになってオーファンを壊せば使命果たされ。就算达成自己使命，可是达成使命还不是变成水晶。与えられた使命など。嗯，他拿出什么？国運を守ると願ってクリスタルになった。だったら俺たちの願いも同じだ。俺たちは俺たちの願いに従ってクリスタルになってみせる。我又是恶心的在笑。その娘の真の使命を教えてやろう。お前たちが集まり、娘がクリスタルになった。他的使命是什么？对啊。使命はお前たちを集めることだ。娘は。悟空を破壊する道具を集めたに過ぎ。哦，所以杀他的使命就是集合这一群人，是不是？考えもしなかったか？それとも考えようとしなかっただけか？真実を拒むルシに。等等，这个震动不正常啊！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又有什么事情了？又要干什么？他又要干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人間伸びて現実を見るない。好恐怖哦！哦，又要打吗？我现在好害怕哦！一个招哦哦！雷光讲这句话，我好兴奋哦！不是说我们战斗吧就好了。哦，看起来不像要打了。圣徒的船舰爆炸了，我们飞出来了。什么东西追过来了？哦哦哦！到现在还在追我们，哼，这个人洗脑还没有清醒。哦，鸟大叔的操控技巧还蛮厉害的。哦，看看动画哦，现在应该要放轻松看动画才对，不能提心吊胆。飞出来了！哦，技巧真不赖。なんだこの船、勝手に戦いやがる。擅自一战。哦，空战嘞，空战。足の真似を。
有好激烈的空战。武装被打掉了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我们被接收了，我们要飞到太空船里了。护盾，我们可以被接收，他们不行哎。我们飞到什么城市里吗？这个音乐不能变得和平一点吗？哦，没有冲上去哦，消失了。哎，好神奇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巫术？对啊，刚才在搞什么？本来不是要冲进大厦里要爆炸才对啊，主角威能又开启了。哎，是否保持至今的故事？是的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了哦，打赢了，满足了啊，今天满足的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啊，我们下集再会啊，保存完毕啊，下集再会，拜拜。哎，不能偷看啊，不要偷看，赶快关掉，好啦，拜拜喽。